南都娱乐的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林彦俊，请大家多多关注野生厨房，现在开始接受快问快答。没有变白，不要骗大家了，这个问题你问我多久我就可以洗多久。想打架吗？想打架吗？等我准备好的时候。三个词吗？三个词形容一下自己，我想一下，纠结纠结纠结。可以这样拍一下剧情，我觉得这种创作的空间还是交给找我拍戏的人吧。如何成为一个优秀的演员？我想尝试浅一点的发色。隔着窗户撕自纸，自纸撕了自纸，吃柿子。很开心这次在南都娱乐跟大家见面，然后我的野生厨房马上要跟大家见面了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，也可以多多关注野生厨房这个节目。